我们的大概问题都是很简单的。好啊，好，你可能要大声一点点。好，是。那想问问，请问，你上一首听的歌是什么？上一首听的歌，对，或最近你最近喜欢上、嗯、上一首听的歌应该是Eric Whittaker 的 Alleluia 的 A Cappella 合唱版。哦， A Cappella 合唱版是 OK， 是好。是平常喜欢听 A Cappella 的音乐？都喜欢，但因为你问我上一首，这就是上一首啊。然后还记得上一首歌是什么？对。那最近床头前放的是什么？嗯，一直都是有一个叫做 U 型理论精要，是，嗯，是一个叫做 Otto Sharma 的人写的。嗯，是。你小时候有没有一些绰号呢？人家都说你是天才儿童。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小时候好像没有人这样讲，那都是长大的时候。长大的是，那有特别绰号吗？好像没有哎、欸。没有，是，能不能分享一句你觉得对你来说印象很深的？一句话，一句名言，那你在书上看到，或者是那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你来说很，就是对你印象深刻？好啊，就是英文还是中文的？英文的都可以。好、，OK。然后背景是什么？为什么 ？OK。你看英文原文是，Ring the bells that still can ring, forget your perfect offering.There's a crack in everything. 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 中文我就把它翻成说，钟能敲响就敲响，十全尊祖莫指望。万事万物都有缺口，缺口就是光的入口。它是Leonard Cohen 的一首歌，叫做 Anthem 嘛。那我翻译它是因为我觉得说，任何有完美主义啊，或者是觉得说。好像自己一定要把事情做到百分之百才能够跟大家分享的朋友都可以参考，因为你做得很完美，那人家除了鼓掌之外也不能做什么，但是反而是你做得不完美，那人家才有跟你一起创作的这个动机。嗯，是，所以有在你 Discord 上面有看到对范手对我 Discord 上面没有唱出来，对，没有唱出来，对，所以先放下下，因为我觉得好像是在化妆。啊，没关系啊，你还是可以仿啊，还是可以仿、啊。会不会很打扰？不会、啊、不会、啊、不会，我没关系。不，老师 OK 我就 OK 啊，老师是主角啊。后面剪刀吗？我在 Twitter 上面会看到一些外国朋友分享我们直棒的很多片刻，那但是我自己不太有时间，就是全程这样收看。哦 ，Twitter 上是因为我们开始有双语的。对对，没错，大家对于这个，好比像说有这个吉祥物在看台烫衣服啊等等的这些桥段都觉得很有意思。印象深刻的大云食堂吗？就是有没有哪一个人上节目让你觉得，他的故事蛮精彩的，他有讲到一些不知道的。不过因为电影也好，节目也好，我其实目前工作太忙了，没有时间去把它看完了，所以我讲其实是不是很公平的？对，是。
一些有点无厘头的话可以吗？请问请问不，我不知道，我就会说不知道。好，没问题。那请问如果是您的话，你会用振兴三倍券买些什么？我大概就是会买社会创新平台上面有公司章程揭露，或者是组织合作社 NPO 章程揭露，让我知道说我的3000元可以创造出多少的环境效益，多少的社会效益的这些社会创新的组织的产品或服务。嗯嗯，是。那我们选了三个人，如果是吴一农、乔焕安或陈柏伟，你会选谁当室友？当室友？对。我因为习惯自己住了，所以大概都不会。但是这三位我都跟他们对话过，事实上也，他们也都就是对我在做的事情非常的支持。所以当然，如果他们三位可以当室友，然后我去拜访他们，这样是很好的。是，会比较喜欢跟猫住。什么？跟猫住。其实我只要跟人一起住的话，主要还是说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网络上了。所以其实我感觉上网络上视讯的朋友离我比较近，而实体空间的人离我其实好比像我现在闭着眼睛就是完全只听得到你的声音啊，所以就是实体世界跟网络世界对我来讲近跟远的距离其实是相反的，所以与其说室友就是不如说当网友啊等等。那您刚刚讲的那三位就是当网友我觉得都很好。嗯，是是。你觉得现在台湾的状况，租房比较好还是买房子比较好？现在因为是就是大家帮我付房租嘛，就是各位的纳税钱是，就是我现在住在就是政务官的宿舍，所以我目前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但因为我已经3年多来没有想居住的问题了，因为国家有一个新一大楼啊，所以我对房市也没有关心最近三年多来。那当然之前在处理就是囤房啊、空屋啊等等的这些相关税制的问题的时候，也有了解到说就是在有一些特别是一些大都市大家就是为什么要社会住宅政策，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去买得到房子。那反过来讲也有一些就是空屋它没有很妥善的利用，我觉得这都是很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但是因为我自己目前处于这个状况，所以我不是真正的权益关系人嘛，没有办法用个人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会怎么样忙里偷闲？忙里偷闲大概就还是所谓拥抱小白嘛，就是工作25分钟，然后花5分钟去回应网友啊，好比方说 Dcard 最近啊上面对我的一些批评指教这样。是是，我是从这些网友的回馈可以有一些力量。对，因为其实很多网友是很有创意，也会提出很重要的一些提醒了。那我觉得任何政策当然就是万事万物都有缺口嘛，那大家想出一些就是我们没有想到的这个方面，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我想说好啊，请问了一些很奇怪。没问题没问题。我们在网络上